你真的是胆大妄为哦，哦，国安局的还亲自跑来这边，哦，我合理怀疑你，你搞不好你有超买私烟，所以你怕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超买私烟？你看，大家看一下，照一下后面那个国安局的，他涉嫌超买私烟的单位，既然来督导警察，真的是太大胆了，放肆！人家我开都没开，而且这里叫做停车场，他既然，你看他那么嚣张，跑来这边指挥我们以前的所长，你要用什么办我？我扣音器没开啦，你不要在那边，对不对？瞎掰的啦！做贼心虚的国安局超卖私烟，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去坐高铁啦，有没有三百万可以捡？国安局竟然可以跑到这边来指挥警察，哦，这太好了，哦，你真的太伟大了，你国安局，我都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，叫做国安局，这个样子大家看清楚啊，直播，他叫做国安局。哦，他现在竟敢来跑到这边警察指挥警察，他在指挥警察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，放肆，对不对？国安局最好了，国安局，哦，大家看清楚了，哦，刚刚那个就是国安局，哦，跑来跟我们以前的肖所长指挥说，命令我这个不能开，不能有声音，不能怎么样。其实我都还没有开，各位，其实我都还没有开。你来是要跟所长开讲的，老朋友要叙旧的。我知道，吼、哦，我现在是在替警察吼、哦、出声哦，你们最好哦，讲话这个都要入镜哦，吼、哦，造谣，造谣，造谣吼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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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